外放牛啊？没有，他在家里。恐怕早病好一点了吧？好什么哟？吃药没有？哎，哪里有钱买药哦？爸爸，爸爸，我打不到我的粽子。啊，刘二哥逗你玩的。小鬼，我逗你玩的。我不理你了。爷爷，吃不吃粽子啊？我不要吃。啊，真是一年不如一年哦。去年过端午节，我家里头还包了点粽子，今年可就……你家里没有小孩还好，大人不吃没什么，小孩子过端午没有粽子咸鸭蛋吃就闹死的。哎，小二，你闹过没有？我有粽子吃，我闹死吗？你要不要？你想？小二，你老爷子家呀，才算是真正的过节。我送了一大捆粽子叶去，后来不够，又叫我送了一捆去。他没送些粽子给你吗？送屁！我送了那么多粽子叶去，他一个钱也不给。我就是拿到街上去卖嘛，我也可以弄点粽子回来呀、啊。你为什么要给他送去？你小孩子不懂，种人家的地又欠人家的债，怎么能够得罪人家呢？打人门前过，不敢不低头。欠的债还没了清呢，了清，一辈子也了不清喽。哼，有钱人呐、啊，真那么狠心，收成不好，租谷一粒也不肯减少，欠下来还要加那么重的利息。哎，我们那位徐老爷还不是一样，逼得我也够受了，收成不好，这能怪得了谁呢？没有收那么多，阴阳里交那么多，不知道是哪来的炮仗。哎。这个世道真应该变一变，我看呐、啊、也快了，新四军一来呀、啊、哼，看他们敢欺负我们，真是我们越来越活不下去了，只有望他们早一点来。爷爷，他们什么时候来呀、啊、我怎么晓得呀？我看许家李家他们有钱有势，有谁能够把他们怎么样哦？你看好了，新四军的已经占领了镇甲村了，不久就会打到我们这儿来了。真的吗，刘二哥？当然是真的哦。给你猜，这才对了，有东西大家吃嘛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快点。刘二，你怎么可以？怕什么？新四军就要来了，最后还没有来呀、啊。要是给陆乡长他们知道了，你还得了？谁管他的呢？刘二，真的新四军要来吗？当然呢，除路一天要来的、他们真的是为了我们穷人？不为我们穷人，难道说为李村长许胖子他们呢？对，对，这才有天理。现在真在变了，真应该变了。爷爷，什么变了？我们变了。变成什么呀？变成有饱饭吃了，有好衣服穿了，也不受他们有钱人的气了。啊，爷爷，太棒了！这出事，陆县长来了。乡长，谢了。岂有此理！这小家伙，卢乡长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哼，敢对我无礼，哼。看来老家伙还能够神气几天。小二，不要怕，小美去做小鬼，抓了个老鬼去。
什么小鬼啊？新四军里面有很多小兵，他们都叫做小鬼。小二，我们走了。这个捐那个税，抓捕拉兵要199个都不行。如今新四军来了，一个个乌龟头缩得紧紧的，送上几捆什么砍乱逼甚、剿匪安民，还有什么私藏奸贼、割杀无论，这听上去有个屁用啊！妈妈，人家都急死了，你那高兴啊，若无其事的。急又有什么用啊？不急又怎么办呢？当然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什么办法？你出去。我要听听。女人家听着吧。我看你有什么办法。陈堂哥，你到底有什么办法？陈堂哥，你我连襟不是外人，难道你急什么呀？怎么能不急呢？他们一来你我就完了。还没来呀？他们已经占领了郑家村了。陈堂哥，你放心，不会泄露出去的。这又不是什么秘密。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已经到县里请兵去了。真的好极了。许福这家伙这次非整他一下不可，多害他点。为什么？我答应有兵来嘛就献100担谷子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不过村堂兄啊，你我出力当然不能再出钱了，钱让村子里的人分担去。哼，你出什么力啊？是我叫我儿子在县里办的。陈堂兄，你我不是外人，一向我们是有福同享的。还不知道能不能来呢？当然不成问题，你少爷在里面，一个堂堂党部委员出来说话，那会没有效率。阿六，你回来了。哦，等等，你买的布呢？县城里好玩吧？好玩好玩。
钱带的够不够？够够够够。老爷，我回来了。大少爷有信吗？哎，有。信呢？怎么丢了？我你是这个糊涂虫！信呢？你记得，本来是你。秦四军刚一动手就溜走了，溜得比什么都快。现在怎么办？我看还是我们自己办宝相团吧。有屁用？哎，总比没有好啊。说不定那许胖子会办的，要是让他领着头啊，那你就要看他的颜色。混蛋，谁敢给我颜色看？谁敢给我颜色看？许胖子是什么东西？哼，我倒要给点颜色许胖子看看。还挨家挨户的乱抢一顿，就有这样的事情。
岂止是抢东西呀、啊、他们还奸淫烧杀，无恶不作，连我家的女佣人都给他们拉去。这些该死的强盗比强盗还不如，真正的强盗也不会这样啊。你还想去请他们来呢？哎，真不像话。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？我们这儿也是风声很紧啊。啊，是吗？那怎么得了呢？你们还不赶快逃走？逃到哪儿去呀？丢开这个家，让他们来。先别急呀、啊，这里又没那帮强盗兵，慢慢想办法呀。没有兵，他们新四军就不来了。眼看着咱们这儿就要完了。你很慢慢慢的，还是有准备的好，事到临头就来不及了。就是说呀，人家都快急死了，他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你少废话，请二姑奶奶到里边休息休息去。唉，活了几十年了，也没见过这样的世道，穷人要翻身。推推陈老大、王长发，叫他们赶快还钱来，否则就要他们命。是。老爷，什么事啊？外面风声很紧呢、啊，恐怕我们这儿也靠不住。谁说的？外面都……混蛋！你也跟他们一笔捧出去来恐吓我？你也想翻身了、啊？是我，你还不给我滚！把你们这帮家伙！什么？新四军来了，有什么好处？好处，好处多得很呢、啊。咱们有饱饭吃，好衣服穿，也不受卢乡长、许胖子、李胡子他们的气了。听说新四军里面有什么小鬼，很厉害的。是啊。将来新四军来了，我去当小鬼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哦，你爷爷回来了。我在镇上听说新四军又占了何家村了。好、哦、但离我们这儿很近的。好呀好呀，我去当小鬼。赵大明的儿子赵乃祥也在里头啊。是吗？有人这么说。哎，小儿啊，等等等，我们回去了。风声很紧呢，我们也应该料理料理啊。怕什么？怎么能不怕呀？你老昏的头了，他们新四军一来，像我们这种人家还得了啊？我自然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
你将来就会知道。不说算了，瞧你那个笨头笨脑的样子，还有什么办法？告诉你一件事情。你有什么事？阿庆说赵拉里的儿子也参加在里面了。你上一次比赵拉里的债逼得他那样惨，他儿子要是跟着打到这里来呀，我看你怎么办。你还笑呢，叫你哭呢。没有关系的，我们就要跟他们结成亲家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已经叫三寡妇赵拉里的妹子跟他说去了，把我们大女儿许配给他的儿子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我怕你张扬出去了。你当我是个傻子啊？你这老花头。赵拉里不会不干吧？他怎么会不干？他才巴不得呢。我看你春堂家里怎么办呢？阿庆，你有什么事？你有什么事？赵拉里的儿子不是在新四军当了什么委员了吗？陆乡长想敲赵拉里一下，我想不能让他一个人独吞呢，所以来告诉你老人家一声。混蛋，这怎么可以？我看只要他不一个人独吞，那就让他。我不许他这样。在从前是没什么关系的，现在嘛可就不同了。你去吧。好、哦，何长发不是还钱来的吗？怎么还不还来？我已经催过了，他说实在还不出。还不出？还不出就算了吗？混账！他还有他牛呢。为什么不给钱来？这种混账东西，不给点厉害看，不知道好歹。真是。好，我马上就去找他。请里边坐吧。你欠徐老爷的钱快还去。阿庆哥，实在没法子，再请徐老爷。徐老爷说你今天非还不可。今天我怎么能还得出呢？那你想赖到什么时候？不是赖，阿庆哥，还得出我们早就还给徐老爷了，无债一身轻，谁愿意拖债呢？我巴不得早点了清了算了。好，马上拿钱来。马上？马上我怎么能够呢？为什么不能够？没有钱。没有钱就算了？当然不是了，等我这一季收成好，我一定连本带利还清徐老爷。那么要是收成不好，你就不还了？怎么能够呢？阿庆哥，我现在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家里也没有东西可抵卖了。上次没法交徐老爷的利钱，不是只好牵了一条猪给徐老爷吗？有什么办法呢？我看你们这样拖下去，立上家利一辈子也还不清。就是说呀，请徐老爷看我们是多年的老佃户，再宽待一时。你们那真不知好歹，给你们田种你们还要拖欠。去年收成不好啊，徐老爷的租谷又一点都不肯减少。为什么要减？凭什么要减？废话少说，今天非还不可。今天就是打死我，我也还不出啊！真的，你不想还？阿庆哥，真是这样的，请你做做好事。哼，好，不给你们点厉害，你们还不知道好歹呢。你想干什么你？牵牛？徐老爷吩咐的。那阿庆哥，那怎么行的呢？阿庆哥，你把我们的牛牵到什么地方去？阿庆哥，不是不还，我们总要想法子的给你做做好事。少废话。你就是我们的命，你不能牵走，不
你。去。阿庆哥，何大哥不是不还钱呐，滚开，关你什么事？你讲理不讲理啊？还牛谦虚，你叫人家怎么种地？你他妈的管你什么事？你不用牵牛，老子签定了，于老爷的命令，你干什么呀？不许你签，看吧，滚来！你敢打人？你敢动？老子打死你！看见神器多久？哎，请这边坐，这边坐。哎，去坐，去坐。今天府上有什么事吗？是公事，可不是私事。什么公事啊？这个现在时局越来越紧张了，我想我们大伙儿应该商量商量。昨天我跟陆乡长谈过，请春老跟许胖子。我跟许胖子有什么可谈的？不是不是，春老，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我们应该同舟共济呀。新四军一来，我们大家都是同样的命运，所以有人来了吗？李老爷来了啊。是真的，请你坐。春老要走，你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不高兴见许胖。其实到了这个时候了，也不急了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陈长兄，不急了，至少你可以看看许胖子打什么主意呀、啊。对呀、啊。听说新四军到了何家村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马。我想人不会少，所以我们就要赶快想办法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我还听说赵拉里的儿子也在里面，还当了什么政治指导员，所以许胖子在搭赵拉里的线，想把女儿嫁给赵拉里的儿子。我也听说有这么回事，就是许胖子这个家伙，本来我想整赵拉里的儿子一下，他的儿子做了奸匪还不成吧？那当然，那当然。老爷，太太请你去。两位请坐吧。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？什么事啊？赵拉里的儿子还有许福的事啊？这全是谣言，所以啊，徐老爷，请里边坐。听说听说听说。怎么样，春老你好啊？哪有你好啊？啊，福兄驾到。好劲好劲。请坐请坐。魏成兄今天有什么事？没有什么呀，因为时局越来越紧张，我们大树村应该有所准备，咱们大伙团结起来商量一个应付办法。好劲了好劲了，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。你老兄一定有锦囊妙计呀、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们那的事情，一切当然由惠成兄出来领导喽。笑话笑话，我们这个大树村里
讲英氏讲声望，就只有你老兄跟李春老两家了。那当然，那当然。怎么样，春老，新四军来了，你有什么办法？来了还有什么办法？办法是在未来之前想的呀。那么你老兄有什么刀剑呢？顺生自己倒有办法的呀。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赵腊里儿子的事啊，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啊，赵腊里的儿子。你们是说赵乃祥啊？真是笑话了，乱世谣言多，我昨天跟赵腊里碰过头，他亲口跟我说他儿子现在明明在南京。在南京？哎，不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谣言呢？这不算奇怪，奇怪的是居然有人相信这样的谣言，还有人想敲赵腊里的竹杠，真是妙想天开呀。还有更妙想天开的，去找赵腊里搭谢。先睡你的去。不要菜，我看你还……哎呀，眼看新四军就要来了，你记不记得赵腊里的儿子乃祥啊？你问他干什么？你记不记得吗？他不是跟我们陆山同过学，有一年暑假还在我们家住过几天，陆山书房里头不是还挂着他们一块拍的照片？哦，是吗？怎么了？你不要管，快去睡吧。你睡去吧，我有事。你叫一声阿六来啊。胖子这家伙简直是妄想。我倒要看看鹿死谁手。阿六，阿六。哎，来了。太太，什么事情？老爷叫你。哦，老爷，什么事情啊？阿廖，你明天一早就去把三寡妇找了来，就是赵拉丽的妹子。是。哦，你不要告诉旁人啊，别叫他，不要给旁人知道。快去睡吧，明天一早就去。他妈妈的，看你徐胖子抢得过我李春堂，哼！我儿子跟乃祥同过，还一起照过相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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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
上吵什么？还不给我进去！钱你到底还不还呢？那怎么能够不还呢？那你为什么还不还了呀？连利息也不交了。李老爷，我们家里头连饭都没有吃的了。我管你的，你这口袋里是什么东西啊？一袋叫老玉米，拿去卖一点钱来交我的利息，是不是？不是。什么？家里头有病人，没钱买药。那我的利息你就不交了？我不敢，李老爷，我家里头本来就是这么点粮食啊，为了买药救病人。我管你这些，你把东西给我放下。李老爷，你放不放下？来人呐，来人！哼，不给你点厉害看看，你简直都不知道好歹。把这包东西给我拿进去。李老爷，我求求你做个好事，可怜可怜我吧。快点给我拿进去。李老爷，我求求你啊，还不够滚。是你呀、啊！一清早你叫阿六到哪去了？去请三寡妇。请他？这种三姑六婆，你还跟他打什么交道？我等一会儿就会告诉你，你先走开一下，他就要来了。时局这样紧张，不想办法，还有心思找三寡妇捣什么鬼呀？哎呦，四小姐，好久不见了，长得这么漂亮，我一定要跟你说个好人家。哎呦，李太太，长远不见了，好吗？你来干什么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李老爷一清早把我请来，什么事啊？谁知道？哎呦，你老人家真享福啊，外面的风声好紧啊。哎，没什么，传说的厉害罢了。不吧，许胖子就找过我好几趟，他也知道我侄儿乃祥在新四军，想跟我那位拉力哥结亲家。你真想给他？别说了，你想我会给他那么便宜吗？那样个坑令鬼。哼，许福这家伙本来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，聪明点的人谁肯跟他打交道？再说他的女儿是个丑八怪。当然不及你家四小姐漂亮喽。三嫂，今天请你来嘛。请我来什么事啊？三嫂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是怎么回事？是怎么回事啊？本来嘛，别人走的路我是一向不喜欢碰的，不过这次碰着许胖子我就有点不服气。再说乃祥是跟我们陆山同过学，还在一起照过相的，所以
所以你也想跟我那位拉力哥结亲家？本来嘛，这是那人的意思。他前几天给英华排八字，说是要配一个属马的才好。他听说乃祥正是个属马的，所以就一定要。这个事情嘛，我的意思就是这杯喜酒请您三嫂喝了，如何？这不辱没了你家小姐吗？没有的事情，没有的事情。英雄不怕出身低啊，我现在就不管那老一套。再说乃祥是跟我们陆山同过学，还一起照过相呢。这件事情我恐怕很难办。三嫂，事成之后我会重重的谢你。这倒是小事，我怕许胖子已经去找了我哥哥，悄悄的背上这么十两八两的，事情就难办喽。那你要快点给我办呢。哎呀，我哪有功夫啊，欠了一屁股的债，东奔西跑的，烦死人了。三嫂，不要烦，不要烦，我替你想一部分的办法。这怎么可以呢？我还是到旁的地方想法子。三嫂，如果你不见外的话，我就送你这个数目。什么？20000呢？我还没死呢，像明天一样的指头有屁用？是，那么就这个数目。硬的，三大条啊！这是这问题。李老爷，许胖子比你漂亮多了，我还没答应呢。你让我去吧，许胖子等着回话呢。三嫂，你究竟要多少？要多少啊？这怎么能够说我要呢？这要看你老人家的高兴啊。这个数目，像废纸一样的东西，谁要？这。三条小黄鱼嘛，还马马虎虎。这么多，行了吧？一条小黄鱼啊？你还嫌少啊？好了好了，大清早我也不跟你计较了，给你去试试看吧。那么就请你快点去啊。不过我还得马上去了一笔债。李老爷，可不可以先？这个嘛，我还要到外面去想办法。反正事成之后我绝不会少你的，难道你还不相信我？好，我们再说吧。那么得请你快点去啊。请留步。三嫂，一定要请你快点啊。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。不过我这人呐，是挺喜欢爽快的，只要李老爷你爽爽快快的。好的好的好的，请留步。那么我就不送了啊。谁要你送啊？这贼婆娘好厉害。哼，你干的好事。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问你自个儿啊。我问你，什么时候我跟英华算过命，要把他配个属马的？我几时有意思要把他配个赵腊的儿子？这不过是，亏你说得出。这种事你少管。我为什么不要管？原来是我的。难道不是我的？是你的，你就随便把他送人的？你这什么话呀？我这还不是为了我们这一家，风声一天天的紧。眼看新四军就要来了，我们不能不想办法呀。把女儿送给赵腊的家，这就是办法。哦，你还不知道啊？知道什么？哎，赵腊里的儿子现在在新四军那儿当什么委员了。我不管这些个，赵腊里是什么人家，你叫你女儿，叫那开茶馆的，
做公公啊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只要能保全我们一家。再说我们应该开动开动了，别老是顽固守旧。你开动，把女儿开动到一个开小茶馆的人家，叫她去当女堂管，沏茶壶泡开水，把祖宗八代的脸都丢尽了，我还有什么脸见人？我不想活了。这算什么呀你？妈，你怎么了？你爸爸就要把你送到赵腊里边去当女堂官了，你以后还有什么脸去见人呢？我不去，打死我也不去。你这鬼哭神嚎些什么呀？这城上的体统还有没有家教了？你有家教，怎么还是当女堂官？我不去，你要去你自己去好了。你竟敢违抗你父亲！你是什么父亲？有你这样的父亲吗？你们想造反了，你们？我死了！你们创新，这个家完了，你们高兴，我也活够，我不管了，我啥都不管了。这个家，你们姓李的家，我也不管了。我母女俩回到百魔殿，这个家随他去搞。你们要放明白点，这样任性是没好处的。你来干什么？给我滚！是我一片苦心，你们完全不明白，不知道这利害关系。我不要明白。是个小孩子，不懂事。你可不是小孩子了，这点利害关系你都不明白。你明白，拿自个儿女儿随便送人，这什么话呀？难道是假的？真是不可理喻的。要是你前妻留下的女儿，你会这样的？就是你愿意了，你大儿子陆山他会答应的？没人像你这样不懂事。不懂事？
你别跟我说。我的好太太，你放聪明点儿。如果你怕我们女儿过赵家吃苦，我们就把赵乃祥招赘到家里来，你说好不好啊？春梅啊，你丈夫树根被拿去了，现在你弟弟又被拿去了，那你们家里怎么生活呢？就是说啊，真急死人了。春梅，你来了，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来？有什么事啊？我小叔给拉藏丁拉去了。是吗？我来求老爷给陆乡长说说情，把他放出来。老爷在书房里吗？不、哦、在太太的房里。啊、哦、张妈，你引春梅进去吧。好的。英华配给赵家，谁还敢看不起我们？真是打了灯笼火把也找不着啊。说的真好听啊。这怎么是好听啊？事实是这样吗？还有啊，如果我们再不下手，就让许胖子给抢了先了。让他抢去好了。不、嗯，你怎么这个样子呢？让许胖子抢了先，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？我真没有看见过像你这么顽固的人。我只好上吊，什么都不管了。你急什么？有话慢慢说好了。我已经对你说的唇焦舌烂，你还是顽固不化，横不讲理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来干什么？我早就不准你进我大门了。老爷，我小叔王树清被拉壮丁拉到江公署去了，我来求老爷给陆乡长说一说。滚！老爷，自从树根给拉去了以后，家里边就全靠他弟弟，求老爷做做后事。你管不管？靠我多年不是老爷的份上，请老爷发发慈悲。滚！不要理他，等着给我滚！太太，求您去跟老爷说一说，想让我的小兔子给送走了，那我的马就再也活不下去了。我们一家，我管不了这么许多，谁叫你要嫁人的？太太，请您发发慈悲，给老爷说说吧，太太。快给我滚吧！好太太，你可怜可怜我，你发发好说。小姐，我小叔给拉到乡公所去了，请小姐去跟老爷说。我不高兴跟他说话，你说怎么办呢？慢慢的再想办法好了。
天晚了，明天再回去吧，到我房里。你说什么？你可以做主啊，你想偷东西给他。阿六，阿六，以后你不许再来了。太太，我把他们赶出去。现在时候不早了，他回家还有一段路，就让他今晚住在这儿。你听不听我的话？是，快把他赶出去。不要紧，你悄悄的到我房里住一夜，明天一清早再走。我们老爷也是太那个了，只要他跟陆乡长说一句话，就可以把你们小叔子放出来。我这一辈子再也不到这儿来。昨天晚上他们把我儿子抓去了，没他叫我怎么活啊，所以到乡公所去求求他们。哎呦，阿庆哥，阿庆哥，他妈的臭婊子，瞪着瞧！我告诉你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打镇江桥的奸匪头子就是王永根。什么？就是丫头男人？是的。阿庆哥，过不了瘾了。大声说。上轿了啊！幸亏发觉得早。干嫂啊，你到哪里去了？我妈怎么样了？不要紧吧？幸亏发觉得早啊。
要做肥一点的啊。人家做好事，我们没什么报答呀。妈，你睡一下吧。树根给他逼走了，这么久没有消息，也不知道是死是活。妈，你睡吧，不要胡思乱想的。要是没有了他，我真不想活了。树心明明就要回来了，你还讲这样不吉不利的话。你上哪儿去？我到乡公所去。三婶，请你看着我妈，我就回来的。哦，你就去接素清回来吗？是的，妈，你好好的睡吧。哦，还有陆乡长也要送点东西给他才好。我晓得了，妈。乡长，求求你，乡长，我求求你，快滚快滚，我就指这个儿子，你们抓去了，叫我这孤老婆子怎么过呀？叫你滚你还啰嗦什么？求陆乡长做个好事吧。上面逼得那么紧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再说你连一个钱都拿不出来，去去去去去去去，我连饭都没有得吃呢。谁管你的？来人，乡长，求你可怜可怜我吧，把他拉出去。真讨厌。总裁，你说讨不讨厌？来干什么？把我的小叔子王叔叫出来。你们把我的男人抓去了还不够，还要你们不是人。你这个死丫头，放出来不我就死在这了。你疯了是不是？我不疯你才疯，你这个狼心狗肺，给我滚出去，不把人还回来我跟你拼了。你这个吃血鬼，我跟你拼了。你来人呐！你把我放出来！你还站在那儿干什么？把他关起来！不，关起来便宜他了，白给他希望喝。赶他出去！以后我有办法跟你算账。有这样的女人，总裁，你说有什么办法？我不要紧啊，大嫂，妈怎么样了？妈，怎么样了，大嫂？妈怎么样了？混蛋，闹什么？正要找你，你这个不要脸的，给捆起来。
她是奸匪头子王树根的老婆，打郑家桥就是她的男人王树根。哎，是我告诉许阿庆的，犯官去了。你瞎说，你这不要脸的，还在跟人闹。卢先生，他男人王树根是奸匪头子，你把他关起来。是吗？这还了得，难怪你刚才那么凶，把他关起来。你们这些强盗，你们本人，你们这些强盗，你们不是人，不是人了。他妈的！方寡妇怎么还不来回信？不要！你放心，没有问题。什么事？怎么消息不好？不是，领人马打郑家桥的，就是王树根。王树根？哎，就是李春堂的丫头春梅的男人，就是那年打仙公所逃走了的。嗯，他家里面还有什么人？有一个老娘和他的老婆春梅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弟弟也给关起来了，春梅也让我给抓了来，交给陆乡长，也关在乡公所了。混账！眼看着王树根他们就要打来了，你不要命了？那我们怎么办呢？阿庆，快去找方寡妇来。三寡妇有个屁用？怎么你？赵大礼的儿子不过是一个什么空头委员，不带兵，有什么权利？你总要有个打算，不能空等着。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？就这么办。阿庆，你立刻用轿子去把那个丫头抬来。要客气一下啊，叫陆乡长也来，我有话跟他说。哎，还有 你赶快到乡公所去说，你刚才讲的什么王树根当了团长，完全是胡说八道，这简直的放屁。是，哎，快去快去。哎，别忙，叫陆乡长把王树根的弟弟也放出来。是，还忙什么，赶快送两担泥到王树根家里面去。不不不，一担够了，才就两担。哎，是，还急什么呀？赶快到老顺兴那去叫做酒席。哎，快去呀！你在搞什么鬼？赵拉尼的儿子不过是一个空头委员，王树根是个团长，有实权的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你看怎么办呢？谁知道你那鬼肚子里怀什么鬼胎？你这老糊涂还高兴呢？你放心，我们先把那个丫头认作干女儿，王树根不就是我们的干女婿了吗？你认他，他不认你呢？这笑话，有这么傻的人呐？我徐二爷愿意，他会不愿意呀、啊？你这位徐二爷也要想定心思去巴结人了。大丈夫能屈能伸呢、啊。你这老滑头。李春堂还睡在谷里，近水楼台让我徐二爷占先了。喂，你去给那个丫头预备几件好衣服，我还要请赵慧成他们来做见证人呢。老爷，哎呦，我的徐老爷，你们还在家里享福啊？外面的风声更紧了，是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那位倒霉哥哥赵拉力变卦了，他答应李春堂，李家四小姐的八字已经压在赵家造成菩萨的香炉底下了。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跟他吵了一架，又劝了一番。我看呐、啊，只要你肯多破费点儿，一切包在我身上，怎么样？哼，我不高兴花那个冤枉钱。你不，就跟李家抢去了，去吧去吧。怎么，找到李家配娶我的女儿啊？那你们为什么再三求我？谁求你？滚吧，滚吧，滚吧！下次你们再求我，我理你们才怪呢。
出去。轿子已经来了。你们徐老爷这样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也不懂。他还叫我告诉你，是我刚才说的话完全是放狗屁。你讲什么了？我讲王树根当了奸匪团长啊。哦，那我再跟李春堂讲一下呀。不，不可以，我们徐老爷关着我，不能告诉别人。春梅是李家的丫头，应该是。不行，徐老爷还要你也去一趟，他有话跟你说。哎，你别老向着李春堂啊，得罪了我们徐老爷，你这个乡长也做不成，你放明白点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叫人给你啊。哦，那还有他的弟弟王树清啊。小姐姑娘，你看，这不是，哎呦，该走了吧？上哪儿去啊？徐老爷请你去。干什么？哎，春梅姑娘，你去吧，没有关系的。你们是徐老爷叫放出来的，你不去，那就只好再关起来了。哎，是的，我早就说过，不该把你关起来的。就是这些个饭桶没有长脑筋。春姑娘，去吧，没有关系的。陆县长，你也来啊。我就来。你到哪儿去？没有事，我待在这儿干什么？我不是说我有话跟你谈吗？那你闭着嘴不吭气儿。好，我说，请你先坐下。快说吧。一个人呐，要把目光放远一些，不要鼠目寸光。你才是老鼠呢。你听我说呀。说吧。我们做事情啊，一定要面面都顾到，尤其是要顾全大体。比方说英华那件事情吧，我是三思而后行的。再说识时务者才真算是英雄呢。我看你呀、是狗熊。不管是英雄狗熊啊，反正我们这个家是得要想办法保全，你说是不是啊？所以我才把英华配给了赵阿丽的儿子。我不，妈，我不。岂有此理！不知廉耻！居然是堂堂体统！姐，你还有没有家教？我打死你！我也是一片苦心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你们，你们是真的这样的。里边去。春梅哥，
陈堂哥，什么事啊？怎么打来了？陈梅被许胖子家抢去了。是见你的鬼！这干我什么事啊？值得这样？哎，不是的呀，陈梅的男人王树根做了新四军的团长，占领了镇甲村的就是他男人带的兵。他真的？真有这样的事？现在许胖子把春梅和他的小叔子接到家里去了，将来好讨好王树根。岂有此理！许胖子凭什么？春梅是我们家丫头，跟他有什么相干？他妈妈的！许胖子这王八蛋，什么都抢劫，只怪你自个儿啦！就知道在家里头逼我们母女，欺负女人，不去跟许胖子斗。那天晚上春梅来求情，你还死不答应人家，对人家那样的凶。现在好了。哦，你对人家春梅好，连夜把人家赶出去。你对她好点，我怎么会？我对她不好，你为什么不对她好点？我为什么要对她好点？你为什么不对她好点？你呢？你呢？真是莫名其妙。你才莫名其妙呢。瞎了眼睛要把女儿送给赵腊里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们吵有什么用呢？人给许胖子抢去了就算了吗？没那么容易，春梅是我们家丫头，许胖子凭什么？对了，嫁出去的丫头也可以算是我们半个女儿。就说完全是我们女儿也应该啊。嗯，对对呀，你们啊要把春梅丈夫王树根的关系拉好，他是带兵的，有实权，赵腊里的儿子不过是一个空头委员，哪敢得上王树根有势力啊？那当然了，你还要在英华给赵腊的儿子呢。我看有了春梅丈夫的关系，呵呵，那就不比了。对，有道理，我们有了团长女婿还怕什么？赵腊里儿子让许胖子抢就好了。对，空头委员让许胖子抢个空。可是春梅给许胖子抢去了，还在许胖子家里哦。许胖子真不要脸，非夺回来不可。不过春梅会不会理我们呢？没问题，我们对他好一点他还不愿意，他求之不得。对对对，叫许胖子乖乖的送来。许胖子那家伙到了手里的东西肯乖乖的交出来。那怎么办呢？逼他交出来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我先到许胖子家去跟你们看看风声。好，你去，我去换衣裳。李老爷，外面风声紧得很呐，你来干什么？哎，李老爷，我那位拉力哥真难办，说得我唇焦舌烂。不必了，不必了。我好容易才说服了他，他答是答应了，不过谁要再答应啊？怎么？你管吧管吧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叫你滚！李老爷，你那样可怜的样子求我，谁求你啊？去不去去，快快滚！李老爷，你胡子都白了，怎么说话不算话？你放屁！你滚不滚呢？张娜，给我拿个棍子来！我看你们有钱的人呐、啊，都发神经病了！你个贼婆娘，下次再敢踏进我的大门啊，我就打断你的狗腿！你先带着张娜到许家去。我随后就来。张妈，大家等着，跟我一块出去。
回去。你这个人呐、啊，真是牛性子。我们老爷好心好意的收你做干女儿，难道还辱没了你吗？我不愿意。你真是傻丫啊！我来帮你穿上。春姑娘，别傻了，听我的话。我们看你可怜，人又好，我真想有你这样一个女儿啊。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意思了，可是我们徐老爷怕你不肯，一直拖到了现在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我们总算有缘分了。我不相信。哎，一个人没有了女儿，心里真难过。你自己的大小姐不是你的女儿啊？哎，别提了，我那个女儿啊，哪里像个女儿？快先请过来吃一点点心吧，别把我们的春姑娘给饿坏了。请吧，春姑娘。我不饿，少吃一点好了。我不能陪你喽，我还要到外面去招呼招呼客人呢。吃完了换上衣裳啊。阿香，不要走开了。嗯，要是不够再给春姑娘添一点来。是。请坐。陈太太您好啊，请坐。陈太太您好啊，请坐。欢迎您吧。啊，请来风声很紧，你看我们这里啊。是有点讨厌，不过怎么样，没有什么关系，不见得吧，老兄。啊，我会成就。哎，请里面坐，请里面坐，里面坐，里面坐。阿夏上晚茶了，哎，请坐。啊。今天你老兄有何喜事啊？是的，有一点小喜事。哦，真的吗？什么喜事啊？什么喜事啊？是这样的。哦，我现在先不说，回头你们就会知道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先讲出来，我们这喜酒才能吃得痛快啊。对对对对，你不讲出来，我们糊里糊涂吃了一顿，这算什么啊？等一会儿，我一定会告诉你们大家的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一定是我们许大哥人老心不老，想再给我们一次喜酒喝。对不对，许大哥？瞎说瞎说，是这么回事。姓许的，你凭什么抢我们家人？谁是你家的人？春梅，她是我的女儿。要嫁到赵拉里家去的才是你的女儿，你别弄错了。你不要脸，你叫什么嫁出来？别以为我怕你，好男不跟女斗。你是好人，你是强盗。呸！你才是强盗呢，闯到我家里来想抢人，是你们抢人还是我抢人？哎。你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事啊？他们抢了我的春梅。是你的春梅啊？难道是你的？你叫不叫出来？你休息啊！你凭什么？你又凭什么？春梅是我们家的人。算了算了，都是自己人。真不要脸！你才不要脸呢！你叫不叫出来？不叫出来我就揍你。凭什么？你敢？不能打！
天气何必呢？有话好说呗。这话你说的，非叫他来不可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什么事？这方知县强盗抢了我们春梅，他还要打人。有此理，姓徐的，你抢了人还要打人？不行，两位老夫人一时误会，我看大家都是面子上人。我让他交出人来呀、啊！人家春梅姑娘自己愿意做我们的干女儿，干你们屁事！你放屁！明明是你们派人抢来的。进去动手，凭什么？你想打家劫舍？我打你这个恶霸！我打你这个老不死的！你这个恶霸不知道逼死多少人啊！霸占了高老大的钱财，仗着儿子的势力，还把人家关在监牢里。你放高利贷，逼着陈大孙上吊，还把他家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。这佃户欠了你一点租谷，你就逼着人家要死，硬拿人家的东西。你呢？你呢？你抢了你佃户的猪牛。算哪算哪，你呢？你在沦陷其中巴结日本人。你没给日本人做过事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都是自己人，大家都是面子上的人。他还有面子？你全家面子？算算何必呢？有话好好说嘛。不行啊，非交出人来不可，不然就跟你姓许的拼了。交出人来不交，看你看怎么样。我姓许的不怕你们。不好了不好了，什么什么人？新四军打的王家村了。啊！这怎么得了？离我们这这么近，一下就打到我们这儿来了。大家都说是王树根的队伍啊！王树根的队伍，快去打听打听。快交出我们家春梅来！没有那么容易，你敢不交出来？休想！不要吵了，你们要吵到什么时候去？眼看着王树根的队伍就要打过来，你们还在你争我夺，不能解决。试问，这对你们两家有什么好处啊？让我来给你们想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你有什么办法？你们两家都同时把春梅姑娘收作女儿，王树根呢，也就同时是你们两家的女婿了。这样对于你们两方面不是都没有损害，皆大欢喜了啊？这，对对对呀，好好，有道理。要是你们老这样相持不下，王树根来了，你们还不能得到解决，那不是两方面都落了空了吗？啊！啊、哦，好了好了，陈堂兄，就照惠臣兄的意思算了。那看姓许的怎么样？老兄，算了吧，惠臣兄的办法是再好也没有了。我本来无所谓，只要姓李的客气点。哎，好了好了，讲和了啊！你们二位握握手吧！啊，哎、握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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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快开酒席吧，肚子闹饿了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们二位少夫人刚才辛苦了啊，也该进去休息休息，擦把脸了啊。请吧，春梅姑娘还在里边呢。哎，谢谢谢谢，大姐大姐，谢谢谢谢。春梅啊，我来替你把头发梳梳好。我来，太太，哎，请你去。这时候会有什么鬼事？真见鬼！春梅呀，你真是有福气呀、啊！我早就看出来你是个福气儿，饭都没有吃的，常常被别人欺负，还有福气呢。以后就好了呀，王班长就要回来了。什么？王？你瞒着王树根做了新四军的团长了呀？没有的事。要不是真的，许胖子会认你做干女儿？许
些的人啊坏透了，表面上敷衍敷衍他们没什么关系的，可你就能够真心对他们呢。我跟老爷啊还是真把你当成亲生的女儿一样的呢。说好了，我来给他穿衣服。不，我来给他穿。我来给他穿嘛，让我来给他穿嘛。你是客人，我来没有关系。不可以。为什么不可以啊？他在我家的时候我一直把他当自个儿亲生女儿一样的，现在也是我的女儿了。你们请出去吧，大家等着呢。李太太你先请，我来。我来吧，许太太你先请吧。李太太别客气了，请吧。别客气了，你先请吧。你请吧，我来。我来得了，客人我来。你们大家都请先去吧，衣服让我自己来穿好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大家先去吧，衣服让阿香给春姑娘穿好了。小妹妹，请你给我打盆洗脸水，我先洗洗脸。好。你那位娇滴滴的太太热闹的起来。那么咱们大伙儿先入席吧。行吧。这个上位啊留给春梅姑娘啊。对。坐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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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坐想不到春梅姑娘好福气呀、啊，做了团长夫人了。哪里哪里，这叫做吃人吃福啊。你还跟我客气，这也是你我大家的福气呀、啊。哎，你们可别忘了我呀，我算是一个介绍人呐。哎，还有我呀，我做个见证人啊。哎，我们也是见证人呢，这场热闹我们也参加了的啊。好，我们是有福同享啊，皆大欢喜啊。好，我们先喝酒，先喝酒。苏青，咱俩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干一杯。干一杯，咱们也来干一杯。比云兄，咱们也干一杯。应该我们大家来干一杯。春梅逃走了。啊，什么？春梅逃走了。真的，你怎么不看着他？逃到什么地方去了？怎么逃走的？从窗子上逃走的。快出去。姓徐的，我知道你诡计多端，可是我这次绝不饶你。什么事啊你？明明是你把春梅藏起来想独占。哎，说了是什么话？到这个时候我还逃出人来？可人不是明明逃走吗？谁信你的？有话好说。没说的。哼，我倒要问你老婆老人呢。你说什么？你一个人在房里跟春梅嘀咕，一定是你指使他逃走的。你瞎说，明明是你能把他藏起来的。逃出人来。你简直发疯了！你们叫出人来！你们叫出人来！叫出人来！你们这个死不要脸的，你们叫出人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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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们还在搞什么？
天灾就是人祸，你有一天好日子过。哎，枪声停了，说不定是新四军打来了，是吗？真的，我去看看去。小二，你这小鬼，我正要去新四军当小鬼。别瞎说，要是真的新四军打来，那就好了。咋了？刘三哥说，新四军来了，我们就有饱饭吃，就有好衣服穿，也不受人家的欺负了。能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奶奶，我们一定要死而尽，把牛还给我们。好，好，我也让你老爷还我那袋老玉米，连最后一点粮食都给抢去了，害得我多惨呐、啊！老婆病得那么重，没有钱买药。有钱的老爷们真是，哼！新四军一来了，看他们还敢吗？他们来了。军来了，军来了，真的是吗？真的呀，他们真来了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亮三，在哪里啊？在哪里啊？在星空所，他们占领了星空所了。占领了星空所了？这样快呀！啊！我家顺天怎么样了？会不会放出来？当然会放出来呀、啊！啊，真的吗？军是军的，是救我们老百姓的。是的，是的。啊，大小鬼，你招呼上长。喂，人家来救我们，我们该怎么样？我们是欢迎他们。哎，怎么样？好，那我们就走吧。拉进来。刘阿姐，你这恶狗！刘三，刘三，先别理他，回头再跟他算账。我们先欢迎去。好，滚！我们走，我们欢迎去，欢迎去，欢迎去。你想想看，我怎么能会那个样子？我不相信，不相信算了。你们这是多没有意思，弄得大家不欢而散。糟了，什么事？乡公所给占领了？什么？真的？啊，我亲眼看见的。Thank you.